然后我现在在哪边呢？我现在在这边，在卡卡利克村的附近，这个神庙在这边。好，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叫塔罗尼奇的教导，塔罗尼奇神庙，这样子，这个是我们碰到的第六个神庙，就教你怎么样打斗，这样子。那你应该会一定会碰到这个神庙，因为这个神庙在卡卡利克村附近，然后叫你去找伊帕，所以就会到这个地方。那我们就来练习一下怎么打斗。所以第一个是教你怎么样利用侧身躲开敌人的攻击啊、哦，怎么样做呢？就是注视他，然后往横向移动，然后跳跃，来试试看哦。注视他，往横向移动，然后跳跃，这样来试试看。注视你，往横向移动，跳跃，这样跳跃。第二个是后空翻了，这我常用，就是专注，然后后往后一样。配合敌人攻击时机，我来试试看。我其实都没有很会打，不过要练习这样，所以防他打你的时候就。蓄力之后可以使用蓄力攻击。好的，我没有武器，怎么蓄力攻击？拿个武器。蓄力攻击，知道。好，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学到，怎么样打斗的技巧。然后这边不要忘记有一个。宝箱里面有一个盾，那我就把一些烂的盾丢掉，拿这个盾。拿这个盾，看起来蛮帅的，我现在就来装备起来。看这边有什么宝箱，里面有什么东西？哦，有个蛋白石，可以换钱的。这样，我们就过了这一关。